所以啊，我们今天想想，我能扛过来，我也能想明白为什么呀？爸爸妈妈没管你啊，要不我说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毛毛虫啊，你必须把他从小养到大，你有感情，不然你没感情啊。啊，我一个人养活一大家子呀，你知道我工作多拼命啊？我小时候工作就拼命，别人上8个小时一班，我在水泥厂上班。16个小时，我现在讲课也拼命了，大家有没有注意？早上3小时，晚上3小时，一天讲课多长时间？6个小时，一天讲课6个小时。是不是？我们自己想一想，哎，今天大家只管做，就像我今天一样，我每天都是倍儿精神。每天呀，都是强烈的要求自己，努力加油，啊，努力加油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加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的生命，呼吸之间就没了，啊，呼吸之间就没了，啊，我是讲课嘛，实际我给我自己讲，我为了让我自己上一个台阶，我为了让我自己，啊，越来呀越有德行。越来呀，越不退息呀，啊，这是我们大家要真正懂得的。所以说，每一个人的贵命、贱命、贫命、富贵，富命你如何改变的？很多人都问我，秦老师我不顺利，秦老师我赚不到钱，秦老师我这，秦老师我那，秦老师我孩子不听话。我告诉大家，一切的原因你自己可以找到。找到以后改变就行了。这一块就告诉我们了，没有谁一出生就是贵命，谁一出生就是贱命，谁一出生就是穷命，谁一出生就是富贵命，没有，自己决定的。我们今天努力学习，我们今天学好本领了，就像我今天一样，很多人都问我，哎呀，说秦老师，你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荣誉？秦老师，你为什么能参加那么多的机构？你不优秀，谁要你？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我们自己想想，你不优秀，谁要你？嫌你去了以后，给人丢人现眼；嫌你去了以后，给人家帮不上什么忙，没有用啊。今天之所以那么多的机构，对不对？包括政府给你给荣誉，就是因为你自己有能力、有担当、有爱心。所以这些职务头衔就给你了，大家在百度百科搜搜我，20多个头衔，20多个头衔啊，荣誉特别特别多，什么原因啊？我们自己想想，什么原因啊？对不对？最近我们北京民进市委会还通知我呢，又把我推荐个先进呢。我们自己想一想，不然的话，人家谁要你干什么呀？是不是？哎，没人要我们呀，对不对？你的职位越多，担当越多。我到现在为止当了10年的政协委员，啊，当市级政协委员的时候呢，380多位政协委员呀，全宝鸡市将近400万人口，啊，每次评选优秀提案，就是写的建议提案，啊。只评18位，我就5年里面只评了2次，我2次拿到优秀。大家想一想，我告诉大家，大家有时候来到我的工作室，大家看看，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故事，每一个荣誉证书，后面都有太多太多的辛酸和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那不是我们看一眼就结束了，不是我们看一眼好像就没什么事儿了啊！大家要是有时间，第一次组织大家来的时候，哎，我给大家讲一讲，我亲自给大家讲一讲，大家看看照片背后的故事啊，照片故事背后的故事，很多人对不对？我做很多很多的这类的事情，
不是图名，不是图利，为什么？自己喜欢做，因为我知道只有行善积德能改命，我命太苦了，我人生太悲惨了，没有谁能遇到我这么悲惨的家庭，能遇到我这一生的哎这么多的坎坷啊！我看完孔子的《论语》以后，我释然了；我看完虚云老和尚的电影以后，我释然了。虚云老和尚比我还可怜呢。我们自己想想啊，松姐还去过我的工作室啊！哎呀，你太厉害了！你跟我约了，我怎么都没印象啊？啊，没印象。我们自己想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大家哎，要明白，要清楚啊！啊，要明白，要清楚啊！所以每一个富贵，每一个贵命、贱命、穷命、富贵命，你如何改变？你如何改变？对不对？哎，你如何改变？非常非常的哎，非常非常的哎，这个重要，非常非常重要，由我们自己掌握。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方法告诉你们了啊，由我们自己掌握啊，由我们自己掌握啊，由我们自己掌握，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，由我们自己掌握，就是从行孝开始，从行善开始，从积德开始，这是三个改变命运的方法。大家都看了凡四训呢，对不对啊？大家都看了凡四训呢，大家都在学太上感应篇呢，都在学弟子规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是不是我告诉大家了，由我们自己掌握呢，今天改变风水命运，今天创造奇迹，真正能改变我们自己的，不是佛，不是神，不是八字，不是风水，不是大师，都不是，是什么？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要做自己的命运设计师。我就是给大家演戏呢，给大家讲故事呢。啊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就是有苦到乐，由贱到贵，由富啊，由穷到富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，我甚至不如你们，对不对？我是农二代，我这个农二代还比你们惨啊！妈不要，爹不管，对不对？自小还给人家当过两次继子，我告诉大家，那真的太悲惨，太悲惨了啊！我至今我就在想，我要有时间见了我那两位继父，哎呀，我要感谢感谢人家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在人家家里吃饭了，让我看到了希望，让我活了，对不对？你不然的话，我就死了。我们自己想想，命运悲惨，可怜呀。我们自己想想，真的是这个道理。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第一个告诉大家，从行孝开始。孝亲祭祖，从行孝开始，孝亲祭祖啊！你要孝亲祭祖，今天孝敬爸妈，祭祀祖先。我一直告诉大家，我为说这些话，我为说这些话，很多人哎都攻击我，很多人都骂我啊！为什么很多人攻击我，很多人骂我？我就说了，佛可以不敬，神可以不祭，祖先不能不祭呀。很多人学佛的骂我，学道的也骂我，你不让人供佛了，你不让人敬神了没有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告诉大家，今天你要连你祖宗都不祭祀，你去庙里拜佛，你去道观拜神，假的，这叫内德不足，外德不显啊！你想想，你都亏你先人呢，你跑去又亏佛去了。我们自己想一想，我们自己想一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很多人都开始攻击我，说你怎么说这话不让人供佛了。我说很多人把佛供在家里供那么好，
但是对爸妈大吼小叫，给爸妈连钱都不舍得花，满嘴念着地藏经，对父母丝毫不孝顺。我都遇到一个人跟我说，秦老师，我专门念地藏经念了十几年，我怎么没发财？我就问他，你念了十几年，你知道地藏经是什么吗？他说地藏经是佛教讲的孝经。我说地藏经是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对不对？报答他妈妈的恩德，在刀立天给他母亲讲的一部地藏经，地藏经里面讲了地藏菩萨三次救妈妈的三种故事。你念了十几年地藏经啊，我问问你，你给你爸妈给过生活费吗？他没说话，他最后跟我说，秦老师，我从来没有给过生活费。我说你给你爸妈洗过衣服吗？对不对？没有。我们自己想一想，今天你如何做的孝？你今天如何做的孝？我们自己想一想。读了十几年地藏经，给爸妈没洗过衣服，没有给过钱，你还读地藏经啊？我说地藏菩萨放声痛哭啊，你扭曲释迦牟尼佛讲的经典的意思，我们错了。这是我们大家要懂得要明白的事情，真错了还不是假错了，对不对？这一块告诉我们，由我们自己掌握，就是从行孝祭祖开始。今天孝敬我们的爸妈，祭祀我们的祖先，孝敬活着的父母是阳孝，祭祀去世的祖先是阴孝。今天阴孝和阳孝都不能亏，因为孔子也好，释迦牟尼佛也好，所有宗教大德也好，讲的都是孝乃万德之首，孝乃万德之首，这是我们大家要真正懂得的。所以说就是从行孝开始。直播间的朋友们，今天你什么都可以不做，先做好孝道。孝亲至至，通于神明，达于四海，无所不通啊！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大家有时间多读孝经，看看孝经里面讲什么，人家孝到了极致啊，孝到了极致啊，孝顺到了极致啊。人家古人讲什么呀？古人讲什么呀？我们自己想一想，是不是？视死者如视生，视死者如视生。对去世的祖先，对去世的父母，要像活着一模一样，要像活着一模一样啊！我们今天明白了，懂得以后，我们怎么样去约束自己，怎么样去改变自己，对不对？我告诉大家的方法非常简单，不用找大师，不用算命，不用看风水，就是从孝敬父母、祭祀祖先开始。第二个，你照顾好了你的爸爸妈妈，祭祀好了你的祖先以后，第二个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风水的原方法，就是从行善开始。我们今天从行善开始，帮助弱势群体，帮助残疾儿童，帮助孤寡老人啊，帮助孤寡老人，帮助那些特困学生上学啊，特困学生上学啊，我们在这个上面去下功夫啊，我们从这个上面去下功夫。那第三个呢，从积德开始。什么叫积德？弘扬圣贤教诲啊，赠送圣贤经典，给十方圣贤做志愿者，给十方圣贤的文化做搬运工，践行释迦牟尼佛讲的西方极乐世界，践行孔子讲的大同世界。我们推广，我们学佛的人干什么呀？很多学佛的人，你要践行释迦牟尼佛讲的西方极乐世界。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？
遍地黄金，像我们地球上的土一样，给你你都不要，指了大家的贪，嗔恚就没了，愚痴也就没了，对不对？勤修戒定慧，我们自己想想，哎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下来践行孔子讲的大同世界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鳏寡残疾，哎，皆有所养啊，皆有所养啊，衣食无忧啊。我们践行啊，我们今天学，不管你有什么信仰，哎，我们今天哎去给他落实啊，我们今天去给他落实啊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哎，积德从哪里做起？积德就是给大家送书，送圣贤的经典啊，劝大家学习哎圣贤的经典。我们用这种方式啊，真正的明白，真正的懂得，真正的创造奇迹啊。下面详细的给大家讲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三个方面，从行孝祭祖开始，这是我们家德。第二呢，行善积德啊，做好事，帮助弱势群体。第三呢，哎，积德开始，积德就是弘扬十方圣贤的教诲，诵读经典，对不对？我告诉大家，我把儒家思想的经典书籍我诵的很非常多，《弟子规》都捐了上千万册，佛教的经典什么《无量寿经》《金刚经》《地藏经》，我也捐了最少最少哎几百万册呀，最少几百万册出去啊，涵盖寺庙，捐佛像。对不对？我改变命运就从孝敬父母祭祀祖先开始，下来行善。大家想一想，我对爸爸妈妈、岳父岳母啊、外公外婆、爷爷奶奶尽孝，我立住内德。第二呢，行善，我天天帮助特困学生上学，帮助孤儿上学啊，帮助哎孤寡老人，我就是从行善开始的。哎，从积德开始干什么呀？建寺庙，护持出家人，护持道长啊，护持所有讲圣贤教诲的老师啊，帮助他们出书啊。张载的二十八代孙张世民老师出书没钱，我就给他捐了几万块钱，给他把书就捐了，把书就出版了，对不对？我就用这三种方式来改变这个命运，因为我命运哎太坎坷了，人生太悲惨了，我这三块哪一块都没落下啊！你包括我在直播间给大家讲课，对不对？哎，大家经常在平台上可以看到我参加的哎捐赠，参加的哎赠书。我们自己就会越来越感觉到啊，越来越感觉到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，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，我们今天就越来越轻松啊，啊，所以说，我就用这三个方法，从行善开始，从积德开始，从行孝开始，孝在第一位，第二从行善开始。从行善开始，第三呢，从积德开始。会行孝的人能得财。我告诉大家，今天你尽了孝，你能得财。孝顺，孝顺，顺则为孝。啊，会行善的人得富。今天我们会行善的人得富，为什么呀？佛教也讲啊，要想得富，不施财富得财富啊，不施圣贤教诲得智慧啊。对不对？哎，我今天呢，哎，去做慈善，我们就得富。财是让你能遇到贵人，子孙能成为宝贝型的人才。能积德的人就能让你遇贵，所以财富贵，财能生富，富能生贵呀。啊，富能生贵呀。我们也遇到很多家庭没有富，对不对？孩子有财没有富怎么办？哎，我们自己想一想。我们自己怎么办？很多家庭我都遇到过，孩子考上大学，父母没钱供孩子上学，父母放声痛哭啊，父母放声痛哭啊，
我们自己想一想，哎，今天我们是不是真做到了？我们自己想一想，是不是？你一旦亏了孝，你就失了财。我们今天亏了孝，就把财失了。孩子也教育不好，家庭就失和。家庭就失和。人家说你对你爸妈不好，你能对我好吗？我和你不来往，你看你有能力有德性的人，真知灼见的人，与你不愿意为伍，都不愿意和你来往。一说那人什么都好，对他爸妈不好。对他爸妈不好。我告诉直播间的朋友们，现在离婚率为什么高？亏孝亏的，为什么呀？很多女的不遵父母之意，找个男的跟人家就跑了，找个男的跟人家就跑了，跟人家领了结婚证以后，竟然父母都不知道。有很多男的也是这样，离婚给父母都没说过，完全不顾及孩子，完全不顾及爸妈的感受。我们自己想一想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真要懂得，真要明白以后，我们自己想一想，我们今天大错特错了。你不行孝以后，你给子孙当不好模范，你的孩子也不孝顺你，你看逆子生的逆虫，孝子生的贤孙，这就是因和果的关系，这就是因和果的关系。敬父如天，纵母如地，对不对？你看现在很多人跟我都说了，哎呀，秦老师，那爸妈偏心怎么办？偏心你也该尽孝，为什么呀？他生的你，就这么简单。他生的你，没他你就来不到这个世界上。你不管你今天能耐再大，我告诉你，你钱再多，权力再大，你要问问你自己，谁生的你？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大了，爸妈偏个心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孝顺，爸妈偏个心，你就可以找借口攻击父母，对不对？谁给你胆子？我们自己想想，那孤儿怎么办？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，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我们今天想一想，我们今天完全错了，不要去甩锅啊，对不对？他偏不偏心是他的事情，尽不尽孝是你的事情，我们今天找自己的问题，与别人没关系啊。很多女的一说，哎呀，我丈夫对我不好，我为了报复我丈夫，所以我去出轨了。那你报复你丈夫为什么不优秀？为什么不提升自己的价值，创造自己的财富？你非要把自己变成破鞋，对不对？很多男的说，我老婆是黄脸婆，所以我就去嫖娼了。我经常就说了，这是公猪配种。你老婆黄脸婆，嫁给你的时候不是黄脸婆呀，为你生孩子，为你家庭操持啊，所以变成了黄脸婆呀。这难道就是你嫖娼，就是你养小三的借口？我们今天完全极度不负责任啊，我们不要脸都不要脸到了极处啊。我们自己想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我们今天大错特错了，找什么借口？有什么条件可讲？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想一想，我们问问自己的良心，我们今天只管自己孝不孝，不管父母慈不慈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是，我爸妈偏心，我老公对我不好，请问你对他好吗？对不对？你爸妈偏心与你尽孝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自己想想，我们今天大错特错呀，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呀？我还遇到很多人，我说你供个祖先吧，秦老师，我家没地方。难道你家没地方，把你们家祖先我给你供上？你看你说的什么话，对不对？很多人我说你好好努力提升自己的价值呀，对不对？我自己好好的，我说你自己好好学习呀，提升自己价值呀。你知道他说什么？秦老师，我也想好好学习，我记不住。你对这些人怎么办？你对这些人还说不说？我说那你改变自己的脾气呀。哎呀，秦老师，我也知道脾气坏，但是我控制不住。
我无语了，你的脾气你都控制不住，难道我对你，我要控制你吗？我们自己想一想，我们自己明不明白，对不对啊？我说那你今天好好的努力创造你的价值，秦老师我告诉你，不是我不创造价值，我有业力呀。我听晕了，他给你把业力都讲了，我也不知道业力是个啥东西啊。我听说过佛教讲过业力，人家把业力都抬出来，我有业力啊。我说那你好好的去孝敬你爸妈呀。他说秦老师，不是我不孝敬我爸妈，因为我有冤亲债主。我听完以后我晕了，我无语了，要不我现在不太愿意见人，你跟这些人没办法交流，你只能放声大笑。为什么呀？你孝敬你爸妈与冤亲债主有啥关系？冤亲债主也可怜，放声痛哭呀，对不对？你孝敬你爸你妈，我冤亲债主管你了呀，啊，我没管你嘛，对不对？要不我说你今天要好好学习，努力考试。哎呀，秦老师，我八字不好，考试与八字有啥关系？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也是无语了嘛，甩锅甩得非常厉害呀。要不然我说呀，你提升自己的价值，对不对？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别急别躁别生气。他就说了，秦老师，我们家祖坟风水不好。你看，你说我跟他怎么说，他觉得祖坟影响他了，学也学不了。我们今天只要不想成功，只要不想优秀，我告诉大家，你会甩锅甩得比谁都快，但是请问你甩给谁？谁是背锅侠？谁是背锅侠？没有背锅侠，最后背锅的是你自己啊！最后背锅的是你自己，你以为你骗了别人，骗了我们自己。我们今天努力，我们今天加油，我们今天创造奇迹呀，比什么都强，真的比什么都强。所以说直播间的朋友们，为成功找方法，不要为失败找借口。你一旦不行善了，财留不住了，就等于富也就丢了，富丢了贵也就丢了，没办法呀，啊，没办法呀，对不对？你对这些人你怎么办？你没办法说了。所以我现在不说，我就在直播间讲好我的课，你爱怎么甩锅怎么甩锅，反正你好了你也给我不分钱，对不对？你坏了你也不会找我麻烦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好人好自己，坏人坏自己，改变改自己呀。你愿意甩锅你就甩自己就行了，就这么简单呀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背锅侠是谁呀？是你自己，背锅侠是你自己，我只能这么说。好，直播间的朋友们，这一堂课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10:06，我们10:06，我们继续学习第二堂课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